Hello， 今天我们拼啥呢？小雪节气已经过了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来给我们的游乐场增加，这叫冬日大街，这一款应该还不错，看上去有点散，是吧？10308，其实这个套装搞了好久，1514克锂零件，从后面可以看到的，好像还可以装电机，这个电机应该是给有轨电车装的，装上电机放在铁轨上，应该是可以跑的，所以后面我们看看是不是要把它改造出来。整个这个两个主建筑加起来合并的宽度是32厘米，那在这个高度呢，应该是在22厘米，其实也不高，不大的一个小场景，这里边有大概6个人在，整体就是这么一个带雪景这样一个套装的感觉。需要再增加电机，还有灯，还有电池组，这样的话就能把整个让它绕着这个冬季的这样一个街道绕圈跑起来。然后我们把它融入到游乐场场景里面，可能会更好。话不多说，开始拼了。3个小时啊，终于把这套冬季小镇拼完了。其实这应该我觉得是街景系列的一个部分啊。那我们拼这一套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把它融入到我们游乐场这个套装里头去，冬天的氛围会更浓。那在整个拼的过程中呢，我觉得其实难度并不大，因为盒子上其实标明的是18家，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套装，就乐高现在的这个套装呢，18家以下的10岁以上其实应该都能够拼搭。这个主题呢，我觉得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。那细节来看的话，其实是两个，就是整个冬季大街的商店啊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其实是有一个乐器店，可以看到内部乐器店很醒目的这样一个标识，就是在门上面呢是有一个钢琴琴键的这样一个标识。那进到这个店里头去呢，它的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到，就是家人可以看到有一个架子鼓，然后呢在这边是有一个橱窗，在橱窗这儿有一把吉他，一把小提琴。整体看下来呢，感觉这个钢琴店的一层，从客人入门，然后呢在这儿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乐器，然后这儿还有个萨克斯管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横截面啊，就是应该让大家有一个想象的空间。那到了2层呢，主要是展示在橱窗这样一个状态。那橱窗这边呢，有两把旋转的椅子，然后呢在餐桌上有两个甜品，两个杯子，然后一个烛光，所以这个很温馨很惬意啊。冬天外面下着白雪，然后呢两个人坐在窗户边上喝着茶，感觉还是挺美的。所以就是下雪的时候，老板没事的时候在2楼休息，1楼来了客人买乐器的时候来迎接一下顾客。在欧洲这样的状态，就是楼上有住家，然后楼下就是一个商业一个状态。那冬季的话其实少不了积雪嘛，所以这个房顶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积雪，这个可以拔开，这就是屋檐啊，红色的屋檐，圣诞的氛围很浓啊，圣诞的花环，店主在外边在张望什么时候有顾客。然后其次，这个冬季大街上面的另一个店呢，我看了一下，它应该是一个儿童礼品店。那这个礼品店呢，布局是一样的，楼上其实是一个住家，有一张床，一个地垫，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床头柜，床头柜上有一个台灯。那整个这边呢有一个圣诞树。那么在外边呢，这个店主迎接客人来他的玩具店。那玩具店里头呢，一个收银台，然后这就在挨着门口。那能看到的，它的展架上面有一些滑板车呀，然后还有一个小火车的模型啊，还有类似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有造型。其次的话就是一些小的玩具。在橱窗上呢，可以看到其实是有这样一个玩具的展示的这个布告。然后这边的橱窗呢，其实是一只小兔子，这样整体一个玩具礼品店的这样一个造型。这个套装的两个建筑物的同时，还增加了一棵圣诞树，烘托了浓浓的这样一个圣诞气息年气。那这棵圣诞树呢，跟之前拼过的几棵圣诞树也有所不同啊，就是它的圣诞树的这种感觉是层叠的，那所以它的这种圣诞树和以往的那种堆叠出来的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纵向，一个是横向。那这个其实是纵向，你看到这个纵向的这样一个拼搭的方式，底下有两个礼品盒，4个礼品盒，有两个大的，有两个小的，上面有一个五角星。外面呢，其实就是应该是这个来到冬日大街的这样一个公交车站。公交车站上有一个四面的钟表，指向的一个路牌，同时呢，有几个人
提着行李在等着有轨巴士的这样一个到来。那旁边还有一个信筒，那这个电车的盖子是可以拿起来，然后呢可以看到内部这个有一个巴士司机，有一个双面的靠背，然后是能合在这个有轨电车里，然后滑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。有了轨道以后，我相信速度可以更快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后面我觉得也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两个圣诞花环的位置呢加上磁吸，可以跟那个火车可以吸在一起。但实际上，这个如果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去运行的话，也是另一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要是有位置的话，可以给它独立加一个小的回环，这样的话让它在小镇里头去做单独的运行，这样是跟火车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我觉得其实后面可以增加轨道，还可以增加他们现在的动力组。有轨电车来到车站，接上这个客人，然后呢想达到他们想去的目的地。这个套装呢，我觉得虽然有点散，但是这个表达的这个感知是到位了。我觉得在整个冬季套装里面，今年2022年的冬天，乐高出了这样一款冬季大街，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去下单了啊，收集咱们整体冬季的套装啊。这个系列我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去收藏的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也有很多博主们去发了这个冬季系列的美照，非常好看。我也是想把冬天这样的一个意境加入到我们自己的游乐场当中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谢谢。